无论是国军弟兄姐妹及国人的健康，或是各项演习任务装备更新，都是我们国家安全重要的一环。我们国军在岗位上全力以赴，就是为了保家卫国，政府会做国军的后盾，持续推动国防改革，让国军有更好的环境和装备。我也要借这个机会感谢现场的眷属给予国军最大的支持。今天的晋升象征着肯定和荣耀，我期许两位将军承担起更重大的责任，为国家打造现代化的国军，让整体战力一天比一天更坚实。未来我们一起努力，共同守护国家和人民的安全。谢谢大家，谢谢你们。